我们要最新的今世纪录，全世界各角落都有人拼世界之最，原因都不一样。美国有位大学教授，他挑战在没有压力调节的水下生活舱生活，他的目标是住到100天，6月9号就可以完成创举。那么在奈及利亚，一个年轻的女厨师为了让世人关注非洲女性的耐力，强调她们的勤奋特质，她挑战不合眼4天4夜连续煮饭100小时，成功达标。葡萄牙有一只狗已经活到31岁，经过今世世界纪录认证，是全球年纪最大的狗。厨房外确实一向在开派对，但提供饮食的厨师就一个人，27岁的餐馆老板希尔达贝西，他已经4天4夜没睡觉了，没人挑剔他炒的饭味道如何，因为现场群众都只想看到一位奈及利亚年轻人打破今世世界纪录。Oh my God, I'm really so happy, and it's coming from a Nigerian. And my brother was like, "Yeah, if you think you can, then you owe it to yourself to just try."每小时只能休息5分钟，或者撑着12小时不休息，再好好休个1小时。这位奈及利亚女厨给自己的超难挑战，是为了向世界展现奈及利亚年轻人的勤奋，希望各界关注非洲被边缘化的年轻女性。庆祝烟火与欢呼声中，她终于打破2019年印度厨师创下的87小时纪录，达到连续100小时烹饪的目标。现在就等今世世界纪录组织审查认可。和她一样朝向100这个数字目标迈进的是这位南佛罗里达大学教授迪图里，他希望到6月9日时完成在美国佛州基拉哥水底居住100天的目标。The idea here is to populate the world's oceans, to take care of the world's oceans by living in them and really treating them well, not necessarily, oh, just make another record.迪图里的水底小屋位于海湾边的西湖中，深达30英尺，并没有特别的压力调控装置。这项实验就是要检测人类长时间生活在水底压力下身体的变化。55岁的迪图里不仅是生物医学教授，还曾在海军服役28年。他已打破了2014年的旧纪录，在水底生活超过74日。So the thing that I miss most about being on the surface is literally the sun. 现在他只能靠自己设定水下舱内光线，维持着生理时钟，但绝不能因水底阴暗光线而长时间赖床，粘在枕头上。但枕头对于另一个小女孩而言别具意义，是她人生第一次创业的产品。I hope they get to do a bunch of things with the pillows, but most importantly to me, I hope they can actually like see themselves in the pillows. 早熟的8岁小女孩创业卖枕头，枕头人没有五官，却有着深褐肤色，还戴着金色小王冠。麦克菲登成长在新冠疫情与美国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兴起的这几年，5岁就被爸妈带着参加抗议活动，小学1年级就很有社运意识。I wanted to start the business because I wanted kids like me, and kids of color.And just kids in general to feel welcomed and like where they are is where they're meant to be. 为社区中心募款而制作的枕头，在线上和美国波士顿2家实体书店贩售，几乎已经售罄。小女生还想要写书，努力希望更多人听见自己的声音。形成对比的则是这位狗瑞，平日安静低调过日子，却有整个镇的人为他祝寿。The world's oldest dog is yet another year older. Bobby is a purebred Rafeiro do Alentejo, a Portuguese breed of livestock guardian dog who recently celebrated his improbable 31st birthday. 参照各种狗与人的年龄对照算法，波比的年纪都至少是人类140岁以上。他不仅凭着长寿得到今世世界纪录认证，也让整个葡萄牙小镇的人有理由唱歌跳舞吃美食为他庆生。他对多数人都很和善，晒着太阳慢悠悠散步，任人撸。饲主说，安静平和的生活环境就是波比长寿的关键原因。 TVBS 新闻综合报道。